身上的花，一起轻狂，一起失去年华，终于用它替我爱你呀。别嘴角放心不下，会好的。你哥哥也不太会表达，可是我们在后面就是看着你这样结婚，我们还是默默的流下了眼泪，因为我们就想到以前我们在眷村，你小时候的时候，我们都拿玩具丢你，然后游泳圈，怎么你就嫁人了呢？而且你刚刚穿那个婚纱的时候，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觉得你漂亮的时候呢，真的，真的是这样的。脱掉了，做大一点了。你爱的他说梦闲话，今天我自娶你回家，爱上戒指上说的每一句话，都让你牢牢记下。我希望再回到那天，我们的盛夏，一起难过，一起疯疯傻傻，不管风雨再大，泪眼交加，我会安全的送你回家。你要幸福啊，心底小草的花，一起牵挂，一起失去年华，不风雨有他替我爱你啊。别对家放心不下，会好的。多希望再回到那天，我们的盛夏，一起难过，一起疯疯傻傻，不管风雨再大，泪点交加，也会安全的送你回家。你要幸福啊，一起身上的花，一起轻狂，一起失去年华，终于用它替我爱你呀。别嘴角放心不下，会好的。那个今天的看到我自己的妹妹结婚，我们两个做哥哥的真的是我们也不知道说什么， 我跟你哥哥也不太会表达，可是我们在后面就是看着你这样结婚，我们还是默默的流下了眼泪，因为我们就想到以前我们在眷村，你小时候的时候，我们都拿玩具丢你，然后游泳圈，怎么你就嫁人了呢？而且你刚刚穿那个婚纱的时候，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觉得你漂亮的时候呢，真的是这样的。祝你们长长久久，幸幸福福。婚题主持人小品日前在他的 IG 账号分享一段自己主持的婚礼片段，这场婚礼复刻了电影《唐伯虎点秋香》中四大才子出场的风趣画面，台上演经典的点秋香桥段，场面十分欢乐。叫你摸手，可我现在牵着你的手。哦，五号，你想要选几号？一到六号。四号。四号吗？来，四号帮我向前一步。三二一，起直起来。有。选错了。几号？三号。三号吗？主持人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我选正确呢。啊，三号好像选错了嘞。你确定你要选三号对不对？起来。你又选错了。等一下。可以不要选这首歌，让他叫了很多吗？我学一下猫叫的声音。选我，喵。看来是因为昨天有重度感冒确诊过的猫咪。哦，这是二号而已，稍微很低哦。这肯定是船长的菜。最后一位六号。喵。记得拍手。第三是几号？我给你二号了，来，二号请出列。老婆瞬间长高好多哦，是个男人啊。好，这个你可以到，我前面都不行了。第二吗？这是你最后一次的机会了。三二一，请揭晓。好了，掌声恭喜！其实之前刚刚就有猜对了，我比较调皮一下，我也稍微调换一下。
月新人于婚礼上大秀舞蹈，其中还穿插红遍各地的 Queen Card 一曲，两位新人精彩的演出瞬间让在场的宾客们嗨翻。那也是一个好日子，我们去参加一对空中飞人的婚礼，现场全部都是一字排开，机师、空姐、空服员。那我们今天就跟着我一起来参加空中飞人的婚礼，好漂亮哦！最美了，太炸了，太炸了，帅啊！机师要开飞机了，叫老公。好帅哦！今天大家，啊，真喜哦，这样子，每个伴郎都一八几这样子。今天大家一定要好好喝，因为明天不用上班。阿是丹女士，高大上我们位置空服员一样。为了大家的舒适及安全，更为了新人服务，啊，真喜哦。以及众多的表演节目。For your comfort and safety, and moreover, for the price of extravagant waiting bonds and various shows awaiting you, 请将您的行李放置于桌子下或椅子上。而现在坐在我们后方，也就是舞台正前方，不用解释，就是今晚绝对不能碰的一群长辈。再麻烦大家配合。Thank you.
谢谢我们班长。煮饭好吃到一天，每一次就会想 QQ， 两饮好帅哦。而现在呢，是新郎的大学同学，帅哦，热血正直，老公是我们新郎的同事，人生的大学老公。有感动哎！给眼前这最伟大的爸爸一鞠躬，这个鞠躬表示感谢爸爸的信赖，爸爸的托付。谢谢你方主婚人所有的信赖，拥抱一下最敬爱的爸爸。过去所有奉献以及照顾，我们新娘都一直谨记在心。我今天的新娘这么多。现在请我们的爸爸一首真的很感动。Yeah.